早安各位，我现在在录影。早安，录不到我太。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对，我们要去平溪。反正我们等一下要转两次车，有点麻烦。现在早上几点？9:09。早上9:09，我们看看等一下几点会到那边。好想睡觉，他昨晚没睡饱，好可怜的大学生。一天就受伤了，太晚了。我们到金童了，现在快12点，我们花了3小时到这里，好久，超久的。因为这里是终点站，所以会停比较久。我们今天吃完饭就可以走，对，我们只在这边拍照，有我就是健康行程。会讲的是什么肉跟面之类的？这里是肉跟面，鱿鱼跟面，就我的叉叉干面。我们现在到10分火车站，我们刚刚大家都很专心的在滑手机，我想说，为什么真的这么多人下？然后我还一直相信这一站不是我们要到的那一站，然后结果就是10分，还好我没有冲下来。边缘人说一下你的感想。我感想，我坐到很想睡一觉。坐到很想睡一觉。那我一直在滑手机。你看科技冷漠，大家都科技冷漠，结果差一点没有吓到车。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。那人山人海的英文是什么？对对对，这个大的。Very crowded, OK. Crowded. 好多人。你的是什么口味的？火腿蛋炒饭。只剩火腿蛋炒饭。你们都只剩火腿蛋炒饭。正水蛋面。哎，还蛮美的，它里面。燕姐说很好吃。只有我一个人买饮料喝。然后这个不能给你。洞看得到下面，趁机讲一下，我觉得面很好喝。它咬到一半有酸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花了80块，你们觉得这里怎么样？人很多，人很多，对，很臭，猫咪，超多韩国人的。我们到哪里了？八斗子到了。哎，火车开过来了，没有啦。我想说火车开过来，你好。超冷，超冷，一个小时。对啊，我也想在这边待。我本来预计待一个小时的，对，10分钟就好了。在喉痛。
电梯是不是累了？哎、欸，你们大家全部都是黑色的、欸，然后去围着一只鹰，对不对啊，小黑猫？我们等下去瑞芳，然后就直接搭自强号回中坜了，然后就可以吃晚餐了。中正区，这个画面好可怕。我们回来了，中坜。吃晚餐，晚餐时间。我终于出现。其实这个座位是有人的啊，他现在就坐在那里，只是你们看不到。只可以，我觉得想体谅。哎，真的有变帅的感觉。开心吗？耶、yeah, ，我好开心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各位。下回再见。希望我们新年家可以。